是没完了呀。能不能给个人头了还？真是没完了呀，这个扎克爸爸人啊，真烦人呢，这是没完没了啊。我去中路他跑中路来，我去上路他跑上路来，如果不点个赞吧，我把你奶奶给你揪掉还需要不交钢。那主播那么牛逼，全是神仙，那么一把不输打比赛得了，在这当什么主播啊？那奖金不比这香啊？那世界总决赛不全是我们赢啊？哎呦，他带的点盐是吧？不行，抠不到，把饼干吃了吧，这血有点，血量有点低。左边有粑粑人啊，可以打。Hello，I'm joking。哦，还行，我没放技能。哇，四级蓝魔跑中路抓人来了，我惊了。上路发 miss 了吧？发了，但我看不懂，我也不知道他发没发，反正好像是打信号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技能没交，这就不劣势。他也没拿到人头。你们俩这是印上我了呀，是吧？不让人玩了呀，这搁中路待着挺难受啊，挺难啊，死了！别杀了，杀不了啊，太难了。不让人玩啊，这波我们卡兵线等个六啊，哦，痛，这回崩了，你回中吧，我帮你把这兰博杀了，真是没完了呀。能不能给个人头了还？真是没完了呀，这个扎克这粑粑人啊，真烦人呢，这是没完没了啊！我去中路，他跑中路来；我去上路，他跑上路来。那兰博连个大都没有，硬往我上路跑。谁给你的勇气？这么点血还回线呢，你兄弟？是谁？在敲打我窗。不打了，走。2300多，起飞。拿一波松沙，下路再踩一波。没事，他卡密人已经不好使了。他的装备之所以没我好，就是因为我都是单吃的塔。等我，兄弟们。等我啊，就都妈的！来呀，粑粑人！我这粑粑人这么猛！我是没想到的，这波俺们家会打输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兰博确实是挺厉害，这个兰博这个大招。给我们直接杀没了，死
个人头，没事，下边团可以打，直接勾。先杀的卡密尔，好，后边奥比亚马，这干啥呢？这人拿下零换五，奥比亚马像个兵，像个草级兵。他在我面前，他就是个屁。他在我面前，他就是个屁。这波为啥没打赢呢？因为他给我偷袭了，没办法。你还挺猛。你猛什么？你跟我猛什么？你跟我猛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猛的？我就没明白，你猛什么？你有什么好猛的？泰隆，这边管一下，拿下大龙。你们打大龙，我去拿小龙。让人杀了吧，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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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勾，就杀这粑粑人。人儿都哪去了？这吸血鬼没死啊？啊，不对，吸血子，吸血鬼都死了，活了都。喂，为什么不跟我们打团 ？Mid push OK， 欧不 OK？ 吸血鬼能不能 OK？一波 Q 中推，能推一波高地应该，推吧没事，推塔，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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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他，继续，走了。不全死了吗？这你们这么多人都打不死我，五个人你都打不死我，不没了吗？一波，我拿下是你们，我速度拿下。卡密尔打的比我多了300点，320点。哎，没扣到。哎呀，我操！没扣着那能行吗？我必须得扣他一下。哎，嘿嘿嘿嘿嘿，哼，你要杀我呀？哈哈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把剑阵开了呀，妖着！轮到我追你了，别别别！你追不上我，我能追上你，你说你难受不？每把都是。再削钢，再削钢，来给你揪了，来给你揪了，这么削钢呢？为什么队友总给你发问号呢？因为他不理解，他要理解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